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不行不行！你行不行？又重来？谁能想到跟自己的男神有这样百转千回的经历啊？我就知道不能让你提前知道剧情。这任谁也不会上当吧？顾神，你还来指导我？我说不定是被什么人给盯上了，你小心引火上身。就是有人要偷拍，我们才要这样做。你的意思是？引蛇出洞。都怪你，出什么馊主意啊？你怪我？谁？疼！怎么是你啊？虎哥，我不是来偷拍的，我是来找人的。我看你就是图谋不轨。顾哥，他是欧阳市长的儿子，他确实是来找我的。你居然不认识我，真是令人伤心。嗯，居然帮我搞到了。你帮我，我帮你，大家互相帮忙啦。话说回来，你跟顾兰刚才在干什么？你跟顾兰的绯闻该不会是真的吧？哼，怎么可能？我心有所属，对顾兰没什么兴趣。也对，作为签名照的报答，网上的谣传，我来帮你搞定。不过，也不排除你偷偷告诉顾兰真实身份。要是让我知道你跟顾兰真的有什么呢，我死定了。总之，罗伯特基本可以排除，内鬼应该不是他。你演技太差了，这样看来，他们是不会上钩的。顾大影帝，你的演技这么好，怎么不见你指导指导？你是说这样的指导吗？训练别太辛苦啊，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。总之，你身体太弱了，明天我们去游泳。不行。我不会游泳。很简单，我教你。训练体能的方法多的是了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。天哪！谁来救救我？世上，你这是去游泳还是去潜水啊？我也是逼不得已。你该不会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吧？哎，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哎呦！可以啊，师长，没想到你平时瘦得跟白斩鸡一样，还有胸肌呢。不会吧，我裹得这么紧他都看得出来我是个女生。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为了省钱没请私教？我发现了，应该是发力点用错了，他的中缝是练出来，但是，对呀，师长，你不能只练胸肌啊，你还得练练臂呀。对，没有手臂的力量，胸肌也是练不出来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师承天赋异禀啊。
这要是请个私教，明年不得去参加健美比赛了吗？我看行。兰哥，这私教不就来了吗？瞧瞧这大肌肉，刺儿开。摸摸摸摸，快点！我心跳的好快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教那个石晨练胸肌呢。是吗？是啊，是是。十。看到了吗？看到了。做十个。一上来就这么高难度吗？我连一个普通的俯卧撑都做不起来啊。还愣着干嘛？快做。算了，他没救了，咱走吧。阿花，没想到真是你。这不可能吧？你再仔细看看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明白，游泳怎么抓内鬼了？游泳这么亲密的时刻，内鬼肯定不会放过。所以，明天谁不在公司，谁就是内鬼。阿花。阿花在吗？哦，对了，抓内鬼这件事情，不要告诉时辰。那肯定的。这内鬼是抓到了，但是你们没人告诉我，不用穿成这个样子。就你那个演技，得先瞒过你才能瞒住内鬼。阿花，我们这么相信你，没想到你竟然吃里扒外。顾客，其实我这么做。都是为了你呀、啊！哼，为了我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一直是你的戈壁，我也是为了你，我才来到这个工作组工作的。但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我刚进这个工作组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被石昌断住了事业发展的道路。而我呢，不能够允许任何人绊住你的事业，所以，为了让你远离石城，我只能选择将照片曝光，这样他才会取消比赛资格，这样他才能离开你啊，顾哥，你相信我，我没有伤害你的心，我真的没有，顾哥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顾哥，我也是你的听众，我理解听众的内心。我想替阿花求个情。顾哥，阿花真的是那么说的？那就按石城说的办吧，我倒是要看看，在阿花的身后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大人。